这个彩蛋家是我们今年就是开始的一个新的项目，万一出了真的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可能真的需要跑得快一点，激励一下学生吧。只有我们才有这种运动会，然后别人就没有。我们每个院派了两个队左右，好像有七八个学院吧，护理学院，然后医学院，人文科学学院。更多新闻资讯，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。